你来了早不早点告诉我一下呢，我好去车站接你呀。这不没腾出空来吗？自打我一上火车呀，这手机就没着弦儿。你咋那么忙呢？哎呀，这不左邻右舍的，这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，那个问你到哪儿了，那个怕你走丢了。你说我都这么大人了，我要是走丢了，我不傻子吗？老舅，你人缘可真好。哎，看老舅给你带啥了？啥呀？呀，山药。老舅，嗯，你咋带这么多呢？你以为都给你的呀？啊，那给谁的？街坊四邻，大家伙分分。可拉倒吧，还街坊四邻的。自从我搬到这儿啊，就没和他们说过一句话。咋的？他们挤兑你啊？没有，老舅，这城里啊和村里不一样，街坊四邻他不来往。那可不行。哎，这我就得说你啊，你打小啊就害羞，我就寻思啊，你一个人到城里，这是要出点啥事儿，那身边连个人都没有，可咋整啊？老舅，我都这么大人了，能出啥事儿啊？那可不保准儿，谁呀都有走矮的时候。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在家靠父母，在外靠朋友，这真要出了事儿啊，那不就点邻居出马吗？远亲不如近邻呐。老舅，人家都过自己的日子，谁搭理咱呢？那咱主动理解人家不就行了吗？啊，这丫头，等着。老舅，你干啥去啊？我把山药啊给他们送去。哎，老舅。哎，你干啥呀？啊，不是，不是，你把这些东西给人送去，人家肯定不能要。再说了，多丢人呐！这丢啥人呢？啊，这咋不丢人呢？你把这些送去，人家肯定不能要。这么好的山药，白给谁谁不要啊？啊，这孩子！哎呀，老舅，你干啥？咱老舅一进城里，你就开始气我呀？啊，行，你送。肯定送不出去。肯定送不出去，我就不信我这么好的山药啊没人要。谁呀？姑娘。不好意思啊，昨天来一个收废品的了，我那些瓶瓶罐罐我都给他了，我现在确实没多少了。你等会儿啊。不是这姑娘，啊，就这点了，都给你，我也不跟你要钱了，别过来了啊，拜拜。这姑娘把我当收废品的了，也是，这姑娘嘴呀也挺快，赶机关枪了，就不给我解释的机会呢，差哪儿了呢？上这家看看吧。哎，你怎么又来了？啊，我没来过呀。还没来过呢。啊，哎，现在你们要饭的都兴上楼服务了。我不是要饭的。是，不要饭。哎，要钱。啊，哎呀，你们这些人呐，成天让我们可怜可怜吧，可怜可怜。哎，你咋不说可怜可怜我们呢？不是我，行了行了，给你20块钱啊，买个清净。不是我，这咋回事啊？啊，这咋把我当要饭的了呢？差哪儿了呢？哎，不行，我就不信了，我这山药我送不出去。哼。试试这家。哎，谁呀？小伙子，走。哎，马不停蹄的给我走。不是，小伙子咋一见面就让我走啊？你知道我是干啥的？你还能干啥呀？ 啊，你不就找我妈扭秧歌去吗？啊，我不是找你妈扭秧歌啊。对，现在都改那个广场舞了是吧？哎我呀
是给你送山药的。送啥玩意儿？野生铁杆大山药。哎呀，我的妈呀！不，我说你就拿这破玩意儿来收买我妈，放心呐！啊，我告诉你啊，赶紧走。再跟你说一句，我爹还没死呢。哎，不是，先回。